是女神，曾经气质动人。2014年六月底来到 YY 认识你们，提到破很难飞，翻白眼的眼神，为了能逗你们笑，她什么形象都不要。她曾经年少轻狂，为了游戏疯狂，穿越火线撸啊撸，让她彻底迷茫。不论多么努力，她技术就不咋地。翻翻战绩一夜红，她依然没有放弃。转眼做了主播，外号越来越多。不论称呼她什么，她依然都在笑着。如果不是长得丑，谁愿逗逼走一走？关注主播夏抖抖，今年不做单身狗。2863走一走，有可活到99。2863走一走，逗逼可可抖一抖。2863走一走，可可再向你挥手。2863走一走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你的曙光又是再次把我唤醒，时刻提醒自己倒数，大脑一定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是绝对不行，好多办不成的事，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个地步？他们身上找不到了精神的支柱。我是如此孤独，我是如此嫉妒。有人说没了夏可可就不行不行。又是一个清晨，那窗外还有灰尘。今天过了，不知明天怎么去生存。已经不知不觉，我走到了中午。我的生活仍然在不停地重复重复。慢慢的，我走上那条迷失的道路。我一个人拿着美酒麻醉着痛苦，还有多少困难让我亲眼去目睹？还有多少痛苦忧伤让我数不清的数？顽强过，努力过，失落过，兴奋过。一起闯过的兄弟，你们现在都去哪了？没有人会记得你昨日辉煌的生活。该写下今天，咱们明天重新再做。没有人控制你，你想做你自己，你想做你自己，你永远是你自己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不要逃避。对不起良心，你我同样不甘心。黎明的曙光又次再次把我唤醒，时刻提醒自己，告诉大脑一定清醒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是绝对不行，好多办不成的事金钱就能摆平。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他们身上找不到了精神的支柱。我是如此孤独，我是如此嫉妒。有人说没了可可你他妈就是不行。黎明的曙光又次再次把我唤醒，时刻提醒自己，告诉大脑。希望老朋友们能够喜欢这首改编，这首歌《黎明的曙光》，曾经的女神。